名电视人，不管是演戏、唱歌、跳舞、搞笑、导播、灯光、剪接，十八般武艺要样样精通。这是一封电视人写给电视人的情书吧？只要频道还在，节目还在，就会有一群小人物努力挤出各种脚本，为了观众肯定，还有那微不足道的收视率小数点。不管多努力，收视率还是一样趴在地上。中视，那是欢乐传真的录影的地方，也就是我出道那休息的时候，墙上有很多历年来的拿到金钟奖的节目，我就在找有没有我，有没有我，会不会有我这样子。那我在那边我在找，有哎、欸，有我的魔王大道哎、欸，原来我在那个电视史上是有曾经是有一个位置，有一个画面出现。真情流露不但是在访谈中，也在疯狂电视台片中。欧汉声收起综艺搞笑，演出一个热血的电视制作人，他的喜怒哀乐点到为止，反倒更能打动人心。眼睛透露出来的那个灵魂是什么东西？对，那个东西才能够打动人。如果说只是综艺搞笑，一个跌倒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那个太简单了。从剧场到电视综艺《全民大闷锅》，又回到剧场，如今在跨界影坛，导演谢念祖疯狂地在电视节目不好做的台湾演艺生态中，找一大群电视人拍很难卖的国片。戏里面有讲到说，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把那个东西呈现出来。社会太低迷了，觉得需要，尤其在过年，新年新希望，我就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像他们两个角色在天台上面喊加油那样子的东西。明明就是综艺魂喜剧片，可是笑了还要逼人哭。电视儿童们看了也会有感，那些好喜欢却停播的节目，借着片子一一重回眼前。全民大闷锅，解闷热台，大学生了没？我24小时都要有全新的节目。片中和欧汉声一起打拼的，还有金钟男配角刘冠廷。当欧汉声受限在正经角色中，刘冠廷更得发挥十八般武艺，担起欢乐重任。下定，下定，一下动，动，动，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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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谢谢我们来宾 Michael Jackson， 最喜欢的主持人哦。先不要，先不要吗？好，讲真的，讲真的哦。最喜欢没有对不对？宪哥吧，宪哥就是反应很快。我也很喜欢宪哥，对吧？对，但我比较爱瓜哥。红花黎明真也不简单，一场深夜助眠秀台词煞费苦心。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示正根号二为无理数，要先反正根号二为有理数，反正你也睡不着。首先假设根号二为有理数，根号二写成 P 分之 Q， 那个矛盾圆假设同学们你们懂了吗？即使是不能完全对电视人感同身受，片中有一股傻瓜毅力，因为真挚而诚恳，创造出预料之外的好看。记者张正吴晨汉曾报道。这个东西原本是全民大剧团的创团作品，我们。